哎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汽车观点。今天呢，在我身后的是 Elantra 的 1.6 旗舰版，也是这一次连同 Elantra Sport 一起发表的。那这期是影音新闻的做法，因为它的配备主要增加右手边哦，它主要增加了 HID 鱼眼头灯，然后以及雾灯，还有双驱的恒温空调以及 Keyless。那 Keyless 这个套餐呢，是包含了电磁阀的尾门启闭控制。哦，然后还有呢，就是它的盲点侦测系统。盲点侦测系统包含了倒车时候有后方来车警示，它的系统是包含在一起的。那主要进化的部分在这边。那原本就有六气囊了，那它这台车也是有六气囊。还有个重点就是它的轮框换成16寸的双色切削铝圈。